Well, it's Target store on Bayou Boulevard. 我试了一下这个，看了一下这个 38S， 这也是可以试一试的这个 size， 但是也没对，这个领子好像是故意做的不对称，那这个歪一些，这个直一些，这个歪的不对称啊，应该做直或者怎么样。这个也是可以试一试 38 regular， 但两边领子好像也没对，看这个，这边歪出去，这边反正是不对称，所以这几件我可以试一试的都三件了，36R、38S、38的 regular， 这是最后一件，看一看可以试一试的，也没对，一看就是这儿，这领子好像歪的，缺口，整个领子做的不对称。看来我上那个我录像说的那个领子怎么那个开口再往上一点啊，或者朝着这个上面啊，接近肩膀啊，这些领子大小我原来那个录像白录了，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不行，好像故意的，厂家故意的做的这种不对称的领子。其他的看一看，这个是 44R，再看一看其他，我以前发现其他的做的是对称的，你看这个相当对称一些，比较对称一些，两边的这个形状是基本上对称的。这个 44R 这不是我的 size， 他们故意把这个做成我的 size 的那种38呀、36啊，故意做的不对称。再看一下48，这个最大的这个东西，这一件看的是不是对称，也相当对称，你看做的，只要是比我大的这个 size 都做的对称的，做的比较好。这个36的、38的大小的都做的不对称，故意的。2017年11月12号星期天的晚上 ，Target Store， 这是 Target Shop， Bayou Boulevard。Holiday suit. Never seen such a suit made of red holiday suit.什么事情？